箭毒蛙，十大剧毒生物之一，人们谈之色变。不久前，很多媒体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：北京海关查获了一批走私箭毒蛙，一克毒素可以毒死1.5万人。这条新闻引起了网友的恐慌，更有人认为是不法分子针对中国进行的阴谋。如果将这批箭毒蛙放到城市供水系统里，那简直就是生灵涂炭呀。然而在美国，很多人都把箭毒蛙当作宠物饲养。是箭毒蛙没有毒呢，还是他们不怕这种剧毒生物？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专家通过对箭毒蛙表皮含有的毒素分析后，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，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，情感不顺，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其实人工饲养的箭毒蛙是没有毒的，只有野外生存的箭毒蛙才有毒。在野外生存的箭毒蛙常常会食用一些毒虫，然后把这些毒虫的毒素转移到体表，作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。不过如果箭毒蛙持续4个月左右不吃毒虫，那它基本上就没有毒性了，所以箭毒蛙不会对人造成伤害。在一些发达国家，饲养外表美观的箭毒蛙甚至是潮流，这就像河豚一样，含剧毒能致死，经过人工养殖后不过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而已。